成品会员载具悠游付，没有悠游付。哎，他不要讲话，因为他放这边，这是广告。OK， 好，那我等一下拿悠游卡。拿好了啦，好不好？我等一下拿悠游卡。好，好来，小姐，因为后面在排队，你先去拿，我先帮你暂时保留一下。悠游卡，需要悠游卡现金。悠游卡在这里啊。哦，好，可以来。因为我怕你要去拿。要去拿，他把悠游卡放在车上，是不是？魔法师。Magic。